夭折肾之腑也，就是它是我们肾系统的这个腑，就是家的意思，就是它是家园啊，就是它是管肾的。所以我们后面用的这个暖腰带呢，它主要是作用于我们的肾和我们的腰椎。腰椎其实也是肾管的，因为那个它是骨头，骨头都是肾在管。然后呢，这里面的方子呢，是我专门用来就是调理大家的这个后腰，在中间的这个它就作用于我们的这个一个腰椎，然后两边的话呢，它作用于我们的这个肾。其实后面有肾腧穴，有命门穴，这都是我们肾经的穴位，所以大家都可以平时呢来试一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也可以用的。基本上它没有什么禁忌，你都可以用。暖腰带会用到什么呢？就是它会用到一个杜仲，它是一个非常那个有意思的一种树，杜仲的树皮它是会拉丝的，所以它是对我们的这种腰部、腰椎这种，你看对我们的筋都是有很有好处、很有补养作用的一种东西。